审了这么多天，一个字都没说。李白这种人，你还是第一次遇到吧。 所以绝对不能答应共产党的条件。李白这种共党的铁杆分子，绝对不能放。放了他，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！他可不简单，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困农民，到驾轻就熟的运用汉字英文，掌握通信技术，改装电台。 发出数分，转变战局的关键情报。共产党会请全部力量救他出去。他，与谈判而言，是个筹码。是个筹码，就好好用。怎么用？裘慧英疯了。 我们把他放出去作为诱饵，共产党不是要救李白吗？他们不会看着李白的老婆孩子不管，只要有人接近邱慧英就抓。那黄敬武呢？徐泽，你是真要抓他吗？黄炎培虽然走了，可他另外两个儿子还在国府任职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人才，我怕闹到最后。 总裁会把抓他们兄弟的恶名扣到你头上。哼！还有就是这个黄敬武，他最近遍访工商界，千方百计的想把汤恩伯要运走的黄金扣下来。我要不要找他谈谈？留他一条命，黄金交给你。他连汤恩伯的枪口都不怕，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？ 行不行？啊！别发疯了，行不行？啊！跟我回去，走，走！干什么呢？林队长，起来！别闹了，我有话问你，跟我来吧。干什么呀？我们潘队长说了，这个女人一步也不能离开。 滚！走。邱慧英同志，我是严英。 李白怎么样？ 我们会全力营救，你放心。我见过他，他伤得很重。当务之急是你和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上海，毛三的人盯着你们，太危险了。我不走，我疯疯傻傻的，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如果他们打算对我下手，那也就是说。 你要有信心，组织就是我的信心。以前我和他是战友，现在我们是夫妻。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，请你救出李白，让我们团聚。